开劳斯莱斯又怎么样？代理查德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要给你丈母娘炸豆腐？看看这江苏的孝顺儿子，在上海开奔驰E300，回到家里还是要帮爹干农活。周老板，哎，你咋没干活呢？干活怎么办呢？张老板加油，给你爹干活，我们给你点赞。嗯，你这车多少钱买的？我这个车1000多。俺们回来了，俺们拿来了，俺们2000买的。我的比恁的能装，你看我帮恁装多少财物啊？你看看这，俺这个车2000买的。你不知道吗？回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别人没法懂得。你说你累了，能不能放我？我走了，你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我走后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，我还给你了。我走后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感受无聊，抱怨着卑微的生活，独自走在街上祈祷。曾经全心全意对你，却没有丝毫感动。也许我走后才能给你自由的感受。曾经有那一刻是真的想把你娶回家，承受着社会的压力，疲惫不堪倒着时差。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够回心转意，那我也放下所有事情，跟你享受一辈子甜蜜。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我走后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，我还给你的。这幸福时刻，拥抱也没了，也变得忐忑。